截止到8月6日中午12点，在明日学员人气榜的前三名和他们的好兄弟，以及获得明日学员人气榜第4、第5的兄弟，欢迎我的各位 friend。OK， 大家先和看直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胡雨桐。Hello， 大家好，我是最爱吃鸡蛋的鼓手胡雨桐，我今天和幸运联盟的贝斯手兼主唱马哲，我们一起来到了8点见，谢谢。涛哥，大家好，我是唱歌一定要闭眼的廖俊涛廖甜甜。然后这是我们一起跳过舞的小星星。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非常爱唱歌的一个男生，然后呢是今天是范俊涛的小伙伴，我是五星，大家好。小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带着自己的粤语歌单来的小熊田宏杰，然后身旁的是我的伙伴黄维明。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直播，然后一点也不紧张的黄维明，谢谢大家。好，心态可以。强哥，大家好，我是只恨长了一张嘴的唢呐演奏员小严。然后，不是为什么又给我安排一个这么高的？上次就更够高了，这次更高。没有，还好还好。自己来介绍吧。先介绍一下强哥。是我们整个36个人里的身高担当，对，对吧？然后我是鞠一鸣。好，那马哲来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幸运联盟的马哲，今天老胡让我来的。好，他们马哥压轴，属实。欧力，今天老沙就是生了病，然后我就特想给你分担一点工作压力，就是，是吗？你是想抢活了吧？没有没有，抢活了，开始来抢工资了是吧？能不能就是抢活？咱就直说吧，能不能当？好吧，就真的带到了，就是 I know you， 真的让我属实特别感动啊！咱们强哥老雪中送炭人了，老雪中送炭人了。八姐怎么说？能不能成为一下这个助理主持人呢？那强哥，你给大家来一段主持人的基本功绕口令吧。有请道具熊上绕口令。强哥，你先准备一下哈，我来问一问咱们的校友团，你们认为强哥可以当本期助理主持人的，请在公屏上告诉我，同意的扣一。那强哥，请开始你的表演。上台耶！别紧张，打枣歌，这个是。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青的多红的少，拎着杆子去打枣，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五个枣四个枣三个枣两个枣一个枣。这是一段绕口令，一口气说下来才算好。哇，六六六，那是不是用了一些吹唢呐的基本功在里面？刚刚没有，就是硬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念到最后。哦，那恭喜强哥，你获得非常多的校友团的支持，恭喜你今天成为助理主持人。耶！那咱们强哥，恭喜成为助理主持人，必须要授予一份艰巨的任务。谢谢，帮我扛好这面大旗，交给你了。那么台词都给你安排明明白白了，照着练就 Wes 了。然后多谢各位校友团的支持，然后感谢老沙，感谢八姐。然后今天的 party 致敬很像我们的排练室，我们是一个乐团的节目嘛，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揭秘明子们的私人歌单。哎，对对，我觉得我们有好多就是不同类型的歌，我觉得都可以一起就是今天分享一下对我们有影响的歌吧，那些都是。然后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9个人每个的私藏歌单和大家最喜欢的歌曲，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期待。没错，今天的直播依然是福利满满，现在发电榜已经开启，咱们的校友团们，八姐告诉你们，今天可以 dream 到以下福利。第一档福利，全体学员解锁迷惑搞怪集体照。第二档福利，学员将在游戏环节获得 buff 特权。
第三档福利，学员将在游戏环节获得升级 buff 特权，让他们先赢一步。本期节目结束，电力值最猛的学员将释放他的90秒放电时间，而屏幕前拇指最勤快、发电最勤劳的幸运校友团将得到支持学员的拍立得签名照以及他的私藏礼物。每周二都是校友团给各位名字的续电时间，快来帮他们补给能量吧。听说本期有位新朋友准备了一个有味道的礼物，那黄维明你自己告诉大家吧。哦，味道的礼物是这个呢，是这个礼物本来我想给大家送 一瓶糖浆，嗯，然后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就是发现我钱包里没有钱了，哦，买不，都是吃土兄弟，都是吃土兄弟，能理解。所以其实他说有味道也不能算有味道，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就是它是可以有味道的是吧？可以有味道，可以有味道，可以有味道。嗯，然后就是我想给大家送一双，这什么？送一双什么？送一双袜子。袜子。对，送一双袜子，很接地气。对，这个袜子是生活的必需品。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就是各位兄弟们穿上它之后，然后可以冬暖夏凉，可以吧？这个很暖，确实很有味道。我觉得这个很暖，对不对？小明同学，要不要先试一下毒？啊，真挂不起，实际上啊，对 ，get 到了，好。那咱们校友团老铁们，礼物已经到位，今天到底是哪一位幸运校友能获得礼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家马上走开，不要回来啊！下面就看看我们的四人歌单吧。